那我们先看一下日本好玩的游戏 FFV 幻影战神，他目前还有跟那个艾德森瑞有在做这个联动，他目前是第35，这第二波都154天了，有154天代表什么？你有154个碎片可以选，等于说你可以自己选你想要的。那这一周也就从上一周2月15到现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每天登录有送阿姆内力四碎片，以及体力药水、跳过卷，还有金龟，以及大家每个人一定会拿的最喜欢的幻岛石。上上周出水属性的佩雷涅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周呢，我们又出了一个水属性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竟然一个月出现两只水，很少，超级少。这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虽然你们可能很多人没玩这款游戏，但是以这个游戏来讲的话，每一个月最多就是两只冰原，两张换冰卡，最多我看过的啦。但是除了那种特殊联动、特殊活动之外，很少会有遇到，就是我上上周出水，我下下周又出水，但这次就我觉得蛮特别的。那你问我有没有抽，太棒了，我还没抽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可以来小抽一下。然后还记得上一周，因为我们冷峻爸爸有抖内抽佩雷涅嘛，对不对？120了，就是过完一个礼拜7天，我把它练到120。然后我昨天发现商店有个东西要跟你们介绍一下。一般如果说你发现当期有新的冰原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从商店那边看。我们抽10连抽不上2000幻岛石嘛？假设你身上真的还有付费幻岛石有一些些的话，不用到很多。他在商店这边有一个版本更新纪念豪华商店，这边有送一张阿姆内利斯精选10连召唤券，也就是说你买这个300付费换导石，你可以抽一次10连。那你对应到如果是免费换导石，两个都是换导石的情况下，付费其实是比较贵重的。可是免费的话，但是你要用到2000。那对于我来讲的话，我付费收费的换导石我14000，所以对我来讲300换导石其实微乎其微。这是阿姆内利斯的精选召唤启程包。一个人只能买一次，会抽到有吗？我是希望我的一次抽到，不要抽到有，因为我再抽的话，我要再砸2-3万去培养它，我那个会痛。来，这周水属性阿姆内利斯，我先抽，我是希望我一次10连中啦，希望啦，希望真的很希望，拜托，那我一次中，再转。我这个池我不会抽太多，因为原因它是常规池，也就是我知道抽别的东西会把它歪出来，所以我觉得我先放着好了，我不要，我先忍住，我不能每个礼拜都这样子花，我要克制自己。拜托，变菜，哎、欸，这边有水姐跟赛丽丝，不是赛丽丝啊，那个贝丽丝在啊，我练满了，这两只我都练满了，这个我也满了，然后这一期我就只有这个要抽一下。好、哦、拜托，再转！你说把它抽满吗？可是我这样子付费免费的幻老师又好凶啊、哦！我想等之后再把它抽到歪出来，哎，对不对？它是常规池啊，它不是限定池啊。好啦好啦啦，抽啦，就最多就5次啊，不能超过了。我这边就花10000就好了。好、哦，漂亮，中了，我有感觉了，出来吧！阿姆内利斯，哈！再来啊！我先忍住，我要克制自己。我没上头。再转彩，啊！阿姆内利斯，最后一次啊，没有换导师啊，真的没有换导师，没有，我就放弃了。啊！常规池真的很难歪呢。5次10连，50抽中了，中！两个菜，我就不相信没有中，中！全歪，全部都歪。两只 U 啊，上一只一只 U 啊，再上一只一只 U 啊，4只 U 啊，全都歪，不错了。这只角色它是水属性新的角色，但它比较偏就是魔法辅助角，我自己认为啦，它的极限技是可以就是降低对方的精神3回合，还有造成魔力高低影响大小，
其他的招数，比如像黄吉啊，它可以对范围内目标连续造成两次的伤害，然后它可以降低单体攻击耐性三回合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有一招辅助是可以帮忙上盾，因为它可以帮自身的中心展开屏障，然后让自己跟自己的队友可以减轻魔法伤害三次。有这招，其实如果对方你是在打，比如说法师型的角色，那你会比较好打，不容易被 L 一套秒一套带走。用它。加赛丽丝加水姐，我觉得应该很猛。但是因为赛丽丝本身有魔风剑的关系，我会想把赛丽丝换成就是佩内念，因为佩内念真的很坦，佩内念有增加那个斩击耐性嘛。那赛丽丝就没有。那这只本身的话，它是有增加射击的抗性、魔法抗性跟火抗性，因为它本身是水的嘛，所以它对火就是有增加20的抗性。雷的部分的话，雷是扣10，毒刺扣10，斩击的话是加10。所以如果你本身知道对方出魔法射击远程的话，这只就可以出。赛丽丝比较偏魔法坦克，对，没错。那这个话偏魔法辅助，我自己觉得啦，自己个人认为。下一周不知道更新什么欸，因为我现在比较期待就是未来的塞贝罗斯，还有钢之炼金术师。钢炼我可能就会抽一只以上，然后塞贝罗斯我只会抽一只，因为我要按属性的。所以目前我知道两只，这两只我会花我120000的，我只要算保底的话啦。120000的换导石，再加上两张换兵卡的话，一张20000，一张40000，40000再把它练满的话，大概是60000，60000加120000，总共是180000换导石。就我从现在开始真的是不太能一直花，我再还缺160000的换导石。大总统看状况吧，我一看到时候再看状况。然后2月18号公会战开幕，现在公会战都全部都期间限定，重点就是你现在不能无限制的摆放。如果你们大家在打公会战的话，就像我今天为什么都出水，因为他这次只能配水光，还有什么属性啊？我也忘记了，我看一下。这次只能配光、冰、土、水。我除了土没有，我可以配光跟冰跟水，但我现在比较想配水，对，就这样配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水姐竟然被赛丽丝一刀秒，超奇怪的。身为一个坦克，他打输出可以打超多伤害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。我晚点要来问一下高手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补。好，重点攻击战记得那个搭配的 cos 都要注意一下，因为有属性搭配的问题。你看我现在配就是赛丽丝、水姐跟佩雷涅嘛。因为我看到你啦，我刚刚看到你啦，你刚刚在上面啊，你的是这里，这个你的啊。欸，那你有没有想过把水算的卡片再放一张？哦，好像这样比较好欸，因为多放一张它会有点效果。你好像你就这样摆就已经很猛了哦。这是这么强哦，你竟然可以打到6颗星哦，真假的？辅助这么强哦，所以我如果要塞的话，你说我这边换个光盾，对，我公平度要没有把它练很满，因为要一直刷。欸，我。好啦，那个大家如果喜欢玩幻影战争的话，记得这边有好玩的那个表单，因为即将3周年了嘛。然后目前有提问，就是你如果要提问的话，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填这个表单，你可以这边去填写，知道吗？